说这上学时候处对象啊，全凭感觉，但是后来相亲找对象呢，先看条件啊，什么工作，有没有房子，有没有车，收入是多少，面包和爱情。但是且但是也有人说了，这看条件没用，这条件再好那也是人家的。打个比方说啊，如果他有10000块钱，他给你花100块钱，和他有100块钱给你花100块钱，你选哪个呢？追寻他100度，热线红娘来相助。大家好，我是热线红娘彤彤。要说找对象啊，一定要找人生观和价值观相同的，要不两个人相处啊，就像隔着一条银河。离婚多长时间？妈，我离婚可是年头了，我都20多年了。那你没有那个子女？有个男孩哦，在他爸吗？那孩子没有，男孩是吧？男孩，那你已经18、9年了，我们都不来往。他也不知道你在这块儿，你也不知道。知道、哦，那还算有联系。知道是我在这儿了。他问你，他也能打听出来，或者问他因为他也知道他姥姥啥，对，他也知道他老家住在哪，对，是，但就是不联系。说问就能问出来，就看你找不找。有孩子就是他叫分心一半，我说你得不到他一个整心。他毕竟就是哪怕他不联系，他有一天他会找到他妈，70、80了，那亲情马上就建立起来。都根本都不联系，我们就是跟家就是断了一干二净，就一点都没联系。你做饭啥的，我这方面差点啊。我也不在家吃。那不在家吃，那怎么没在家吃呢？那啥原因？我不会做饭。反正自己就是什么的，就是什么的。那你一个月要是消费的话，一天也不少钱。要是上三顿饭店的话。我昨天中午吃的百记水饺，一盘水饺20吧，一盘土豆丝10块，30块钱一瓶，一瓶水吗？啊，30块钱，最少呗，最少呗。没有，那晚上呢？晚上吃啥呀？我晚上吃了一个卷饼。啊，那这个行，这个10块钱能下来，卷饼综合下来一天50块钱吧，差不多。卷饼花多少钱？再加早上早餐1060。106030天，31800。说话干啥嘛？觉得这人不是很大，挺记个那么个人。做饭代表一个人勤劳不勤劳？啊，你觉得做饭代表一个人勤劳？对。咋说呢？为啥呢？勤劳的人一般都会做饭。对，我对做饭那个我挺看重，这是一方面。再一个，对你的子女，我还是就是差在这两块。我遵求人的意见。难道女人一定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吗？都什么年代了，女人一定就要会做饭吗？咱们的热线会员葫芦岛新城市的王大哥就说了，谁要跟了我准没错。我叫王晓光，家住辽宁省新城市东新庄镇东新庄村，在镇里买的房子，今年50周岁，1972年生人，身高1米65，体重110斤。家里情况呢，现在呢跟老母亲一起生活，有两个妹妹，我跟老母亲在一个房子住，现在暂时，母亲又有房子，我有4间平房，在镇上买的平房，4间80多平，谁要跟我过日子，他是老享福了，我这真心对他好，我就想让他幸福。要说为啥王大哥50岁了还没成过家，是因为之前父亲身体一直不好，一直在照顾父亲，直到2008年父亲去世之后才开始为自己做打算。因为父亲常年有病，一直照顾他也没心思走，一直照顾他。再一个，我这个嘴上多少还有那个毛病，就是说小时候磕过，完了做过手术，留个疤痕。对嘴唇的问题，这个感觉心里也有压力，有自卑呀、都因为这个，心情挺低落，一直现在也没找。这二年也有个找的，因为是啥呢？就是带个小字，带小字，这个小字都是岁数挺大的了，都是17、18左右的了，人家现在这个年女的都是这搞的话，都是这个那的带个孩子了，所以说我也考虑综合考虑一下。我也承担不起，这个孩子这啥呢？就是说费用啊，各方面都有了，
就是没有那个能力，所以说就没搞。王大哥前几年呢一直在国外打工，今年是回到了国内，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。要说洗衣服、做饭、下地干活这点事儿，对于王大哥来说那都不在话下。我要找一个就是不嫌弃我这个长相的，能接受我的，和我一心过日子的，一心朴实的，心中有我的，就找这样的，找40多岁这样的。我最好不要带孩子的。我不要带孩子，因为啥呢？带孩子这个，现在我已经进入中年了。说实话呢，对这孩子抚养能力呢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实力。我还做一天工回来呢，他能够洗个衣服、做个饭了啊，他能这个都行，收拾收拾家务。我不需要他出去挣多少多少钱。我这个说在的，我心疼女人，就说白了，真的，这一点呢，给他放心。我这大富大贵的大富大贵的日子，我不能给他豪车豪宅。但是呢，我能让他幸福，吃饱穿暖没有问题。电视机前单身的姐姐们，有没有相中我们王大哥的？那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加入大海热线会员，给红娘统统来留言。如果你也想找个伴儿或个儿女找对象的，热线红娘牵红线，快加会员来留言。这王大哥吧，一看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，实惠。而且吧，这王大哥这条件也还可以啊，但是美中不足的呢，就是长相上有那么一点点瑕疵。老爷们儿要那么帅没有用，对媳妇儿好那才是真的。电视机前的各位，要是有相中王大哥的，或者你也想找个一起度过后半生的，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加入大海热线会员，把您的信息留下，让咱们的红娘帮着牵线。